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十一号的 DL 组合，请登上属于你们的舞台。我们是长沙唱区的 DL 组合，我是刘丹丹，我是王子林。清晰透明就像美，我们俩从小就是好姐妹，后来一起相约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。在学校里呢，有人说丹丹像春春，然后说我像张靓颖，于是我们就想春春和张靓颖的组合组在一起会不会很好玩呢，所以我们就组了这个组合。但是我们走的是反串的路子，可能并没有被所有人所接受，也只惹来了不少的争议，但是我们毫无畏惧，坚持到了这里。这种组合的类型其实在这个乐坛还是一种空白。从你们第一次在舞台上开始进行反串式的表演，就让这个舞台变得熠熠生辉。 DL 组合有一种变态的美，变态到极致，就是让人心碎。晋级的是 DL 组合。 DL 和 DL， 恭喜我们的 DL 成功晋级。我们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组合 DL， 为了将反串进行到底，我们来了。接下来有请十一号选手 DL 组合带来，哇哦。谢谢。丹丹，刚才那高跟鞋踩在你腿上疼不疼啊？那一下疼不疼？一个说疼一个说不疼，但是我知道练舞已经受伤了啊，练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真的为了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呈现出自己最完美的表现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用心的表演可以赢得评委老师怎么样的点评。我们要有请的是小柯老师。看得出来他们俩非常努力，非常的刻苦，但是作为一个评委，我觉得我看到的不光光是现在的舞台，其实我尽量穿过空气时间看到你们未来的舞台，但是很明白地告诉你，我现在光看到它很璀璨，但我听不到，恐怕在唱歌上你们二位都要再继续加强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。谢老师，一定要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搜狐微博红人苏晴小姐，有请。
其实在比赛之前，很多的粉丝就在我的这个搜狐微博上留言评价每一位选手，他们给每一位选手的留言都特别的长，但是给 DL 的留言只有一个字，爽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DL 让我每次都能够感觉到一种可乐加鸡翅的感觉，口味非常的刺激。但是我稍稍有一点遗憾，我觉得刺激的口味之余少了一点回味留在我心里，所以我希望以后你们的故事不要只留在舞台上，能够刻进我的心里，我会更支持你们，加油。请相信，只要给我们时间，你所要的我们一定会给你们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来举牌，伍周彤老师，待定，海泉老师待定，小柯老师晋级，给了忠告，也给了鼓励，谢谢谢谢，休息一下。